好的，拿了咱们的跳抱机之后，要不要选一个我们的戒指？这个是一个发光戒指。哦，我懂你了，真的，在这个泡泡这么多的地方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。然后这样轻轻的拿开，再挨着它就会亮。是的，它可能亮的有点不明显，因为今天你太夺目了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小戒指摆拍一下。来，朋友们，想让超越看哪里？这360度的环顾到每一个角落啊！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，咱们超越要不要拿一个气球，然后我帮你打一点泡泡吧？哎，把薄荷叶加了进去，突然颜色就变得有一点点丰富起来了。再加上我们的冰块，夏天了嘛，必须得畅饮一下。冰块溜走了，没关系。看来超越知道大家还挺热的哈，这个三盒冰块给大家满满的加了，然后再打开，哎，我们的畅意100%的奶皮加入到里面，看来这个一罐还不够呢，是不是？得我估摸着得再来一罐。哎，可以的。朋友们听到了没有？拉开快乐的感觉一下就有了。 OK， 直接封盖了，可以了，是不是超越？再充分的搅动一下。那我想啊，还要加点。哎呦，这果然是有经验的，你看看，咱们的话不能充分的摇晃，那我们就借用道具充分的搅拌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也想先问一下超越，你的，那我发现超越今天整个的一个造型是偏向于蓝白，整个带有一点点俏皮。那想问一下超越今天整个穿搭，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穿搭就是蓝色的，和我们的超越奶皮非常的搭。然后头上的花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已经是夏日了，我觉得戴花会更有生机一点。是的，那也希望今天我们。